这个暖的。走，我走。哎呀！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。如果你是这么花心的话，最终的结果是，伟霆，我们走。克星出现，他让小 S 一脸懵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小 S 上谢霆锋主持的风味，挤满谢霆锋、陈伟霆两单男生，阿 S 怎么能放过吃豆腐的机会？因为既然两位我都最爱的男生就在我的面前了，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？我最喜欢玩演戏，演戏。哦，怎么玩呢？听我讲这个剧情哦，就是你是我的前男友，但是你还是非常非常的爱我，可是我已经要跟伟霆结婚了，然后我就必须跟你亲口讲，因为如果你从别人那边听到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还没有，我还没讲完剧情啊。他有那么好吗？没有好不好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爱的人是我。 那你说他有什么比我好？比我好？等一下，还没有喊 action 啊。听我说，我为什么要离开你？因为你永远就是这么暴烈，你让我很害怕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我是温柔的，快保护我。霆锋，其实我还是爱着你的，可是你要想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答应你，我会改变我的脾气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。如果你是这么花心的话，最终的结果是，伟霆，我们走。还要再演吗？霆锋，我的跳跳包呢？怎么没来？怎么了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最爱吃叉烧包吗？是啊，来了。都已经冷了，我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啊？你连我最爱吃热的叉烧包的事你都不记得，你根本就不爱我了。这个暖的。走，我走。哎呀！快把我压到墙上啊！为什么？我就是要演这一出，你管我为什么？就这样压，这样。我又不是歹徒，你干嘛？我以为你说压到墙上。你我没有偷钱，我没有偷钱呢。阿Sir 啊，我没有啊，阿Sir。S， 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给你热的叉烧包。一定要很烫口。你干嘛一定要演这个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被压制啊。